介绍两款我们最主打、最经典的户外宠物系列，小基隆和大基隆。对，这款是小基隆，大基隆和小基隆的造型呢，差不多类似。小基隆的话多了一个这个瓦面，沥青的瓦面，那边的话没有。但是就是我们是属于厂家，是可以根据客户的订单需求，可以加造型的，也可以加尺寸，就是款式、造型、颜色，通通都可以根据我们现有的产品基础上，可以做一些细微的调整，根据客户订单做定制的。然后现在我们呢，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目录里面的主打这两款，基隆哈细节，来跟着我，来，我们用鸡的角度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鸡别墅哈，这个这边是固定的，这个笼子的话是用单边可以打开，然后这边也是这样子可以打开，小鸡可以往这下面走，上面飞出来，然后这边。基隆的话，这边是可以打开的，这边这些都是固定的。然后我们所有的整个产品的话呢，是用这个螺丝进行一个组装的，全部都是可以拆掉的。我们打包发货，出口的话，全部都是拆装的形式进行一个包装，所以体积是非常省的。然后看一下这小基隆也到我这里了，其实也不小，你看也相当不小。好，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大基隆，大基隆呢，大基隆更加豪华，号称鸡别墅。大金龙也是跟小金龙设计一样的，也是单边可以打开，单边可以打开，这边是开不了的，里面还有一个铝合金的这个膜，然后这里面可以给鸡喂食啊什么的，都非常的就是卫生非常好做。这个大门，这是金龙的大门，非常大，这里面起码可以养十几只的鸡，然后这边盖子是可以直接翻开的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阶梯，鸡很喜欢爬这个东西，这里还有一个门。打开以后情况是这样子，然后空间非常的大，然后很通透，非常的通风透气，这款产品也是我们公司经典的爆款，每年都是生产好几十款不回，